国际顶级化妆师 Zing 要来20位香港最漂亮的女人，为她们量身打造靓丽妆容，展示不同的个性形象。摄影展的收益将平均捐赠给12个慈善机构。刚刚完成北京演唱会的王菲以及刘嘉玲、舒淇、叶倩文和李美凤等今晚现身中环出席慈善派对。摄影师阿波真同埋花园之花一齐上台，大家又嚟一张合照先。嗱，呢张相咧未影完啦吓，因为咧打左边。不爱说话的王菲事先扬言不接受访问，穿着黑色长衫现身的她离场即成焦点。她被媒体拍照15分钟后随即躲到后台，好友刘嘉玲坦言就是喜欢王菲这种少说多唱的个性。 Sorry， 去看王菲的演唱会，我不希望看到她跳舞，我也不想看到她在那边哈拉。我觉得每一个歌星都有他自己独特的一种感觉，我喜欢他这样的感觉。舒淇被指与黎明分手后患上抑郁症，他借此澄清这只是杂志的断章取义，并没有把全部内容都写上去。那个其实我觉得是杂志他们比较喜欢断章取义，因为我其实那时候跟他们聊的是拍最好的时光，因为你当你演员走进那个角色里头，所以你比较容易进入在那个比较悲情的角色，就好像得了忧郁症一样。其实我是这样讲。自认为感情十分潇洒的舒淇表示，其实潇洒就是懂得该何时放手。潇洒，我觉得人本来就应该要洒脱一点，不管是感情或者是任何一方面的事情，要很懂得放手。